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跟着 News ABC 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欢迎收听 News ABC， 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怡文，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甜甜。甜甜，你最喜欢哪一部宫崎骏的电影？我喜欢《千与千寻》诶，那你嘞？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魔法公主》吧。为什么你会喜欢那一部啊？因为啊，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小桑，这个故事很酷哦。因为啊，这位小桑是一位由犬神所抚养长大、憎恨着人类的人，所以啊，他才会有一个称号叫魔法公主。哇，这也太酷了吧！那他这样子从来没有跟人接触过吗？对啊，他从小到大都只跟山犬们玩耍。那甜甜，你知道吗？印度也有一个很类似的情况哦。在印度啊，有一名刚出生的女婴被随意丢弃在田地里，全身赤裸。被发现时，身边围着七只刚出生的流浪幼犬，第一眼看过去就像是在替女婴取暖，模样让人看得既心疼又温馨。附近村民也感叹，若不是这些小狗，女婴恐怕凶多吉少。而目前女婴已先送到该地收留中心收留，至于她的亲生父母则尚未找到。当天村民经过农田时，突然听到哭声，循着声音拨开草丛后，竟在一堆草堆中发现一个刚出生的女婴，全身赤裸，甚至脐带都还没剪。村民们见到这一幕也感叹，严冬通常晚上温度会下降，若不是这些小狗，女婴恐怕会被冷死，能活下来真的是奇迹。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第一个单字，奇迹 miracles， 奇迹 miracles。 Jesus Christ was said to have performed miracles like turning water into wine。 据说耶稣基督展示了奇迹，例如把水变成葡萄酒。Jesus Christ was said to have performed miracles like turning water into wine。 第二个单字，赤裸 naked， 赤裸 naked。 They stripped naked and ran to the lake， 他们脱光衣服奔向湖泊。 They stripped naked and ran into the lake。 第三个单字，取暖 warm up，取暖 warm up。 We can warm up the room pretty quickly with this electric heater， 用这台电炉我们能让房间很快暖和起来。 We can warm up the room pretty quickly with this electric heater。 这样大家都学会了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听新闻学英文，我们下次见，拜拜。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谢谢收听。